次都是吃低价的东西。你瞧不起我嘛？对，我看你没钱。OK， 没关系，我今天跟银行信用贷款，就为了买这道料理，给你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美食。因为这道菜我负债。OK， 各位现在看到我又在这个厨房了，没有错，今天又要来做料理。那上次大家如果看到这个100颗贡丸挑战的企划里面 ，Leon 有提到说，为什么我不请他们吃龙虾？这件事情我回去想了一下，有点惭愧啊。对啊，既然真的要做美食了，我们不一定要大量化，我们可以把它精致化，甚至把它国际化。对，那今天呢，我就准备了一只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的，不好意思，它手有点软掉，因为刚刚退兵。波士顿龙虾，波士顿龙虾，没有错。哇，看一下，很大呢，非常的巨大。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料理呢？我们决定要吃海鲜的原味，所以说我们要用清蒸的，用蒸的方式，让它保留它的甜味在，然后我们再去剥开。大口的去享用这个波士顿龙虾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料理。首先呢，我们现在要先把这个蒜头，我们待会会丢下去，一起跟着水这样蒸，提一点香味。这边镜头帮我带一下这个蒜头哦，这个一定要这样哦，先把它敲一下。哦，这样子，哦，香味出来了，有没有？敲一下之后，它的皮就会掉了。拍一下，拍一下，哇，我觉得我看到小当家了，没错。好，大家来看一下我这个蒜头的成果。切的乱七八糟的，不好意思，姿势100而已。好，那接下来蒜头已经处理好了，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这个水的部分。OK， 这边先让水滚，龙虾的部分哦，我们先把它的表面稍微冲洗一下。水滚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来料理了。我们先来下蒜。哦，下蒜的姿势一大师级。然后下一点米酒。哇塞！哇，这个脸，这个脸，哇！好险，这个锅子放得下，超大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大火快煮，把它焖烧。OK， 那就先这样子静置一下。待会我估计啦，这差不多要15-20分钟之后才会熟。对，那我们就先稍等一下。各位观众，哇，天哪！有没有看到这个蒜头？好香哦，整个龙虾的鲜甜的海鲜味都跑出来。对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m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eon。我是教头。OK， 前几天我们拍那个挑战100颗贡丸的时候啊，我还记得 Leon 你跟我说，
我的创作将会引爆整个美食界。你将会引爆整个美食界，整个爆了。然后呢，你在影片中你又有嘲讽我说，为什么不让你吃龙虾，不让你吃明虾，不让你吃高级的料理？没错，你每次都是吃低价的东西，你瞧不起我嘛？对，我看你没钱。OK， 没关系，我今天跟银行信用贷款，就为了买这道料理给你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美食，因为这道菜我负债。我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菜色会负债。OK， 让你看一下，各位观众。哇哇！兄弟，怎样？你要笑死我！怎么了吗？你是跟银行贷款1000块还是2000块啊？你不知道我也是懂行情的人吗？先闻一下。哦，好香啊！好香！来，一人一只汤匙。我先告诉你们这只龙虾的来头。这只龙虾呢，是我在网路上一间非常评价良好、优良的一间店家，叫做一锦水产。那这间呢，他们有卖各式各样的很多的东西啦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刚好看到波士顿龙虾，哎，不然我就来尝试一只好了。我就跟他们下定了，于是在今天马上到货。你们知道吗？他刚到货的时候是活蹦乱跳的，还会动，你知道吗？多新鲜，低温冷藏。花了我运费200块啊，决定要来血食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美食啊！我只有一个想法，说吧，这个夹到睾丸会不会破？这个绝对破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品尝一下我这道菜的汤头。刚有小尝一口，很鲜甜哦。原汁原味。我决定把它整只完整的铺在桌上，我们剥开来吃。那我们来看一下2000块到底是怎样的东西，因为2000块你竟然就破产了，你真他妈的有够穷哎！这砂锅大的龙虾，你不知道它的行情，要价2000块，差不多了。OK， 来。够大只吧？哦。有没有听到这声音？哇！哦！我先把它剪开来，这个蟹膏厉害，你可以用汤匙挖一下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蟹膏。哇！天哪！剥一下。教头。给观众看一下，哇！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超大块的，沾一下它这个汁，好香哦！哦，好嫩哦，好 Q 哦，超 Q， 很扎实。它的肉一丝一丝的，很好吃。重点是它很有嚼劲。嗯，兄弟们，我在想这一只要怎么处理。哦，好甘甜啊，兄弟。硬的跟石头一样，这是地狱怪客的手是不是？超硬的哎！它的管里面都是肉，手的这个管子里面全部都是肉，每一口啊都是甜的，真的很甜哎！你要从它这个尾巴的地方这样。哇哇！我靠，超鲜甜。
OK， 我们现在已经把桌面整个都整理干净了。不要看它这样子在萤幕面前好像很小一只啊，它跟这个桌子快一样大。整个龙虾有如潮水一般的流出。你有听到海浪的声音吗？嗯。哇，是海水的声音。嗯，是水的声音。你那个是不一样的水吗？这个水深不太一样。我今天为这一道料理命名为酒香蒜味波士顿龙虾。今天的这一部龙虾大餐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。如果说大家喜欢我做料理给各位看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。那记得帮我按赞分享，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